大家好，我是陈老师。现在我们来练习第三课。我可以借你的电脑吗？对话。对话一。地点在学校餐厅。王子远和李大山。李大山，可以借一下你的电脑吗？王子远，你要上网查什么？我的电脑在这里。可以 means am I allowed？上网 on internet，查 means to check。我要查孙小美的飞机几点到洛杉矶。她回去中国2个星期了。今天回来，我晚上要去机场接她。查飞机几点到？Check what time the airplane arrive。她是从上海飞到洛杉矶的吗？从 from 到 to。李大山，他先从北京坐飞机到上海，再从上海坐飞机到洛杉矶。从上海坐飞机到洛杉矶要几个小时？要12个小时。我也很想去中国玩，我应该去哪儿玩好？你应该先去北京或上海看看，你可以一边玩一边学中文。是啊，要是我能在中国玩2个星期。我就能每天说中文了。Dialogue 2，对话二，地点在机场。李大山去机场接孙小美。坐飞机坐了12个小时，你在飞机上有没有睡觉？在飞机上睡了6个多小时，看了2个电影。谢谢你来接我。不客气。你的家人好吗？你去了哪儿玩？我先去上海看家人，他们都很好。在上海住了1个星期以后，再跟爸爸妈妈去北京看我的阿姨，也去了长城和故宫。从上海到北京，你们是坐飞机还是开车去的？我们是坐飞机去的。坐飞机2个半小时，开车要13个小时。你们应该一边开车一边玩。对呀，可是我爸爸说我们应该坐飞机。你饿了吗？先去吃饭，还是先送你回家？我先请你去吃饭，吃了饭以后再回去，可以吗？好的，一边吃饭一边说，我们走吧。